大家好，今天我们要在 GPD WinMax 超级张机上测试 PS3版的战神二。PS3版的战神二相比 PS2版画质提升了不少，那么在 WinMax 上运行效果如何呢？ WinMax 使用的冰斧 i5-1035G 七处理器，性能是极其强大的，同时还搭配 16G 超大内存、512G NVMe 固态硬盘，可以流畅运行大部分 PS3 模拟器游戏。大家可以看到游戏效果帧数非常高，基本都在60帧以上，画质相比 PS2 版确实清晰很多。游戏分辨率设置的 1280×720， 因为 WinMax 的屏幕分辨率是 800p 的，所以游戏上下有黑边。 WinMax 目前已经在京东发起预售了，半个小时就超过了1000台预订。